今天我和史蒂夫商量好了一起去钓鱼，可是我不敢给妈妈说，怕她打我呀。但史蒂夫已经到了河边了，我要是不去肯定会被史蒂夫嘲讽。算了，这次我去和妈妈说，大不了挨一顿。哦，妈妈，妈妈，呆呆，你又咋了？妈妈，这不是放假了吗？今天已经和史蒂夫约好了，一起去钓鱼。嗯，好吧，那你去吧，但是记得要早点回来，注意安全，不能下河洗澡哦。好的，妈妈，我记住了。没想到妈妈这次实在是太给力了，居然让我出去钓鱼了。史蒂夫，你老大，我来了。史蒂夫，我来了。老大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我都钓了好长时间了。这不是钓鱼之前要给妈妈打报告吗？不然我要是私自出去又要挨揍了。史蒂夫，你钓的鱼多，记得一会儿分我一点。老大，你怎么老是拿我的小鱼竿呢？你的钓鱼竿这么高级，钓的鱼又多，你一个人又吃不完。这样吧，史蒂夫，我今天请你去上网，我们一起玩我的世界起床战争。行啊，老大，走。老大，你带钱了吗？史蒂夫，看你说的，咋还能不带钱呢？走，开机去。这天都黑了，这呆呆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不行，我要去找找他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史蒂夫，上啊上啊，打他！你看，我们又输了。老大，我们俩配合的实在是太烂了。坏了，史蒂夫，打游戏打过头了，外面天已经黑了。不行，我们要赶紧走。老大，我先回去了，一会儿阿姨肯定又要揍你了。哎，史蒂夫，希望这次回去妈妈不要打我呀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妈妈不在家，还是先回房间吧。这个呆呆，我要不是问史蒂夫还不知道在哪呢。呆呆，呆呆，呆呆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偷偷去网吧还玩到天黑。走之前我怎么告诉你的？我看不打你是不长记性，下次听不听话。妈妈，我不敢了，不敢了。